嗨，大家好，非常的荣幸，今天我担任瑞布飞行日的评审。我们现在来马上带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酷炫的小东西。这里是摩斯拉，摩斯拉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没拍到。为什么叫摩斯拉？摩斯拉号是因为它来自于一个日本老的怪兽电影，它的翅膀就会扑哧扑哧、啪嗒啪嗒的振翅高飞。瓜板，你今天的目标大概飞到多远？澎湖可以吗？我刚本来是有想过厦门可以啦，等一下打个电话叫那边小朋友排一排，在那边讲说秋叶好。观察很多队伍啦，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机翼呢就只是做一个翅膀出来，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有稍微去考虑到流体力学的。但是你两边从左右看起来有点不一样高嘞、欸。你知道他唯一能够使用的动力是什么？就地心引力，也不是动力啊，唯一的力。所以其实他就往下冲的时候，你的那个飞行不能是平的，他其实要 往下斜，你只能靠接触海面的那个气流再上来一次。你可以去看一下浩哥的，你有看过了吗？还没，我刚跟你讲，太精彩了，他太可怕，他那台机器充满了死亡陷阱。好，我们来找浩哥。浩哥好。嗨，阿伯，刚刚瓜吉老板跟我说，全部最危险的就是你这台了，用生命在演出啊！我们这次的飞行器叫做辛巴不乖，那大家知道狮子王辛巴有最有名的就是他被那个要举起来这样，但因为今天辛巴太不乖了，对，所以就直接被丢下悬崖。那是我就是辛巴。你有上去看过高度了吗？有，大概两层楼，可怕。我没有，其实大概三层。但是两层可能你心情会好一点，两层，大概两层，跳高两层楼中楼。但是你知道最怕的就是下去人跟机子一起合在一起，然后撞击这样。哦，这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的机子不会下水。真的吗？这也是让我最放心的一点。所有组都是人跟机子下去嘛，所以你下去了，你可能突然你一个螺丝没有锁好，或者一个木条没有锁好，对，就啪这样。所以你们是直接不考虑这件事情，就直接人跟机分开。对，旁边把我推下去的人是两只手。对。哦，就是靠这两个了。对，然后。对。去背的，所以其实我是扶起来。这个飞行器我认真看起来很前卫，真的完全没有飞行器的感觉。一米，你真的不飞吗？不飞了，真的。我手把它丢出去。三层制作组，这个是我昨天在网络上看到完成度非常之高的。这一组是什么？这一组是成龙。下一个成龙的人是你吗？不是，成龙是一个女生。你们用轻量化的概念，对，轻量化一点。轻量化，这一整支器也才105而已。这个等下沉到海里面多可惜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不会沉下去，它不会坏掉，不会啦。之后它就变龙舟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滑，用滑的，用滑的，直接滑到澎湖去。不会这样加分的，你上场。你不要抛弃队友好吗？你知道看101的颜色可以知道今天礼拜几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住在高雄。但是台北人跟我讲的，国旗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。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住在高雄。翅膀没打开。这是帝王蟹吗？雪场蟹，哇，叠龙摩斯拉，狂吐，尊重，我有恐张症，我对你叫阿姨，哇，这个，可以，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台阶下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古阿莫要落水的事情。我们是古阿莫，发起口令，我们这个设计里面三角的巡行记里面主角。像赵龙的介绍，这个飞行器可以飞过一个大峡谷，所以我们今天赢定了，剩下的人可以先走了，谢谢大家。我来带大家看看这个看台到底有多高。你们看到这个遥远的地方，下面就是海，评审台也蛮高的，我觉得他们有惧高症的评审应该没办法上去。广告时段，你喜欢飞行吗？你需要世界的飞行器吗？ Surfshark VPN。VPN 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掩盖你的线上活动，让你随时随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线上网络。Surfshark VPN 不限制连接数，你可以用一个账号去连接很多个系统。设备。你可以在公共的 WiFi 上面保持安全，在线上购物的时候使用最优惠的价格。所以你只要打开 VPN 切换你的位置，让你位于在美国，你就可以获得美国人的价钱。现在呢，你只要输入折扣码 I'm Sure 没有 S， 你就可以享受一七折的服务，而且保证有三个月的免费使用时段。三天你用不爽，可以保证退款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准备要飞。
我们第一跳的美丽本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整个人趴在水上，然后现在发现我的胸口非常痛，明天应该会长一个罩杯。超高的，超高，我吓死，我直接疯掉。我跟你讲，没事不要跳，真的没办法。我那时候站在边边已经够高了，然后我坐在那个轿子上面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又多一公尺，心情很差。我们刚刚想说你要跳下来之后要回来主持，结果你们过了五组你还不回来。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下去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好像觉得我有脑震荡，他们哦，我这又是上担架走，我躺着，然后他们上担架，然后把我推去，然后评估一下，然后才让我过来。评估一下要不要直接火化？但没有评估一下，还说要不要直接主唱？习俗问题，习俗问题。这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评审，阿达。小戴，我们今天跟小戴一起拼弧线。但是我其实在想说，戴志颖要凭什么？你说他凭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他凭什么？没办法狡辩。谁看的弧线看的比他多？后面就让我抱一下，他绝对够资格。可以坐旁边。助理，助理，他是助理。我今天当他助理，不好意思。各位羽球的爱好朋友，不要生气，我今天是他助手。辛苦了，啊，谢谢。辛苦了，多喝水哦。你吃吗？你吃就好，你吃好，我还不饿。被拒绝，被拒绝，被打枪，被拒绝，变态的事。我们现在评分来到中间了，真心觉得今天敢从上面跳下去的人，我打从心里 respect， 尤其是我后面这位美丽。啊，哦，没事，为了赚钱我愿意。我们现在除了以为跳下去之后就没事了之外，现在我们跟美丽正在上面经历许多次的大地震。刚刚贵频道的主人直接离开去尿尿，他逃过一劫。就在我离开的时候，听说五级地震。哦，刚刚查了一下，6.3啊，6.3，6.8，6.8。所以奉劝各位频道朋友，平常要多做善事，对，你就会躲开这些灾难。不要嘴球啊！评审组今天有个很特别的评审，大元。嗨，大元老师是不是也要开频道了？没有，我是我们公司的频道，我自己没有个人频道。只有开频道的名称是什么？本色音乐，True Color Music。今天很荣幸能够跟你站在同一个评审席上面，而且我们还一起度过了一个6.8的地震。对，刚刚那个晃起来，我刚刚你刚刚在楼下吗？我去尿尿，我去尿尿，然后我躲过地震。欸，上面超可怕。我知道，我从下面尿尿地方看，干，然后整个上面是这样摆的这样子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他走来走去。他走来走去，所以就你好讲话，你好点。不好意思，你继续。你们在我的频道会看到那个人。起飞啦！起飞了，我们的阿克前瞻火箭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起飞呢？飞出去！我们的飞行距离是7.63。我觉得他虽然以距离是最近的，但是有加一分是他们是很年轻的学生。当暑假大家在家里 DIY 的时候，他们是大家一起 DIY。啊，他们是一起 DIY， 这样子比较有趣的感觉啦。王菲耶，王菲耶，超过10米，请你把它下掉。我们现在台上评审在赌，就是飞之前我们要先差大概几米。然后如果输的就要直接下掉一罐瑞布，听起来蛮健康的。哦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这是假牙喷出来吗？要直接跳吗？请你把它下掉。裙子概念，等一下，是不是15？超过十的话，他就他就爱赌，爱赌的超认真。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推的力道非常的大，后面的有点尴尬。真的，请问一下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导致边跑边脱妆？基本上就是固定的方式，没有看我们的影片啊，没有选择好固定的技法。原来是这个样子，这样我知道了。所以各位，
去看一下超人的少年频道，他那边会教你怎么固定东西啊，固定剂他那边会教你。起飞了！哎，有飞起来耶！想问一下小戴老师，你对中部重的感觉是怎么样？怎么？我好像没有试过哎。但我觉得他们那个花生粉很厉害。朋友，刚刚他们撒的是什么粉啊？花生粉。啊，那是南部种，那是南部种。我们中部种的是水泥啊。我只能说到这里，我现在已经够危险了。来，这一组可以飞多远？这一组可以飞。来，你先。快。9.8。你。8.7。你。七。大约可以飞多远？好，八，那你那边八，我在这边会远。它有什么结构？它这看起来就是出来东西。它等一下要变形金刚了。对呀、啊，就像看到假牙意思一样。它会出来东西，它会出来东西的，就跟你也会出来一下这样。出来啊、出来的吗？我也会哦。被你们讲完了。好，我最近感到非常荣幸，就是能够受到 Reboot 的邀请，然后来当这个工业啊、结构啊的各种的评审。我真的觉得今天能够做出来参赛的都超屌超棒，小可惜就是第一组跳下去真的超强，但是大家的评审呢都想说怕。第一组你突然分数太高的时候，就后面没得打。结果，但第一组真的超强，在我心中我觉得真的超厉害。就希望各位能够因为这个 Reboot 的造飞机，开始喜欢哦 DIY， 然后做东西，开始喜欢工业，然后把它做得更好，越来越精致。希望十年后所有的参赛者，然后都有机会能够再来比一次。我最近感到很感动，然后很厉害，真的觉得太棒了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今天参加的所有人，拜拜。有人敢在你面前拿羽毛球拍？小戴，太厉害了！加油加油！真的可以，这个动作看起来可以。哎 ，Hello， 哎，振宇，哎，帮你看一下。哎，给你10秒钟介绍振宇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振宇五金，我们是全台最大的五金连锁卖场，目前全台湾都有门市哦。除了花东还没有以外，我们正在努力进行中。我们即将要进驻台北喽。哦，帅哦，没有蕊哎。哎，对，厉害。那你们要飞这个吗？我们没有。哦，你们没有飞，你们来帮大家。我帮大家飞的。如果少的东西就找振宇五金。这位是瑞哥，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每次到这种大型活动，最累的就是他们这种人。嗯。最辛劳的幕后推手。要当一个超人选手。